一坤啊，令地是法者，令对法自性意解，如欲了自心意识，殊不迷障以现境，通达解了无量义理，清净义根，转识性地。好，大家人爱用心啊，人生啊，总是得意根，咱的思想、理念，都是未来的方向。一念，现在这一念，就是咱你要起意行动的方向。咱若会当真清楚，就爱照顾好这念心。咱前面讲过去咯，眼念必舍心，有千字必功德，有百遍功德，国经啊都无同，一心有五经啊，眼念必舍心，都各有作用啊。这个辛苦也无根，除了辛苦以外，四根就是完全在这个心灵，咱这个辛苦啦，是从头到脚是完整的一个心经啊。虽然是阿弥，确实呢，它叫八百功德。啊，是安怎？因为辛苦，只是汇集这的国经以外呢，这个辛苦就是有接触到，有接触到是冷的，是热的，有接触的，他就有感觉啦。也那无讲，你耳下个塌起来，目睭个暗起来，规个面拢个好起来，安尼呢？你知影外面的境界无？唔知啦，遮个物件拢伫你的身躯，敢那目睭暗起来，耳仔塌起来，啊！你的身躯还佫有耳仔、目睭还佫原在啊！啊，你乃唔知啦，耳仔甲我塌掉咧，我都无听到。目睭甲我暗咧，我都无看到，所以空有这个身躯啦，也无作用啦。所以这个身躯只是有接触啦，不过这个身躯除了眼念鼻舌身各有作用之外，也阁有啊，心意是啊，心意意根啊，意根在咱心要行动的以前，伊就在正面去思考啊，去想啊，意。过
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一心的拢是包括的。但一心的内底，但是呢，就是爱有作用，伊会当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伊会当指挥我想。我爱，我占有，也当去做真多不法的代志，或者是我认为价值就是付出，为天下人人去付出啊，这是生命的价值，伊愿意。发红色立明君，这也是在思想，阿弥的思想加阿弥的思想，这些偏差，差乎你十千里啊！对的方向呢，发挥真正宏光的价值。不对的方向啦，他就是对了，将来呢是因果，因缘果报啦，苦不堪嘛，就是由不得自己，这也是同款，在咱的意境里，是好是歹。拢总是爱有思想嘛，咱证明伫咧提起啊，好有这个妈妈真无奈呀，安尼双胞胎，细汉的时囡仔真可爱，随着日子的消失啦。囡仔伫咧大汉呐，囡仔的体态愈来愈大，智商无发展，所以这二十多年来，大汉的囝呢，智商则是伫一岁外啦。第二个囝的智商啦，则是伫七。八岁，大汉的两百外公斤呐、啊，细汉的百外公斤，一个妈妈面对着，想看，这，这是现在的个人呐、啊，是啥物因结成这个果呢？咱俩讲过去啊，前生的因，今生的果啦。人生就是安尼，苦了几十年啊，就因缘有了好的因缘，就有一群的菩萨来关心伊啦。来陪伴伊啦，来开导伊，予伊这个心意想通啦。这个妈妈，她也开始呢，展开笑容，打开这个心门，也都愿意接受气功。道理呢，主宰点滴啦，伊都知影，甲大家人结好缘咯。现在人人都有伫咧推动，这点滴回归再救人，这愿意发心，所以点滴的因啦。会当日日
发心，知影讲用爱心去救人是做好事，就代替了烦恼啦，去除了埋怨，人生自然转变啦。啊，大汉的，迄位200多公斤啦，伊一段的时间呢，因为我是有病，往生啦。妈妈呢，也是知影，这是一个罕见疾病，罕见的疾病啦。这个囝呢，关乎医疗去做病理的解剖，去了解呢，这是什么体质？那不是主持人去辅导，可以体解啦。人生的一刻，知影讲见这种的镜头是真罕见。哪会当予医疗啦去做研究？安尼嘛算是写，也那是埋掉哇200多公斤的身体，那这个埋啦又是什么？所以专职的念啦，就会当发挥智慧良能，造福人群，也无听到。医生伫这个囡仔的身躯，会当发现到病理、病因来源，嘛无听到啊！这是不是功德无量呢？所以易经呐，会当第四法吼。已经会当头知影真济法，过去呀、现在，也个未来，知影什么物件，这是我爱。现在发现到这个物件是过去，现在我发现到是我想要爱。才会起动作，动作来呢，的结果是什么啦？一时呢，未了家己的未来的结果，所以伊只是起的。有这个物件先有，我看到在后边，我的心想要爱，我就去甲起掉。这种凡夫啦的境界，啊，拢无去想后果是啥物，眼睛看就起心意、动心念，结果是啥物呢？家己也个无去想着，所以这就咱的易经啦。但是这个易经，也够有，会当了解法，那是往好的啦。易经，咱学法啦，佛陀了解宇宙万物的真理，事事物物啦，拢有伊的起源，事事物物呢，都有伊含在的道理，所以伊尊重法则，伊会当守规矩，了解这人生、待人接物等等啦，一法通啦，万法天啦，所以也是从易经来。完成好多的事就作业啦，咱若有因缘呢，
当着贵人牵引咱入佛法，那咱这个法啊，对咱的帮助，伫现在看事清楚，未来呢不受恶报，因为咱法清楚啦。所以讲，令对法而生意解，这个意啦，了解法啦，所有的法呢，就是和咱的意、意志、地量更加清楚，相辅相助啦。所以咱爱真用心，爱一旦了解意境呢，爱有外缘来做，将咱外缘的这个法入了咱的心，咱的心呢，就会当头解万法，真济的法，咱的心看到这项代志，有都法度体解千万般的道理啦。所以，如欲了自心意性，咱那是要爱了解咱的心甲意识啦，就是干那一项，事不迷着于现境。你呐，想要讲吼，了解自心的意识，生一个念头，人就是唔通执着伫现在的环境，现在。咱拢是凡夫，看事未清啦。自古以来，生生世世已经糊涂过去啊。这生世呢，在这生的故事中所结的缘呐，所受的果，还是呢，在由不得自己的这个因缘。果报中，就亲像迄位妈妈，伫阿未当着主祭人以前，伊唔知安怎样，哪会当着阿呢？这两个囝，家己呢，佮身体检查，知影肌无力，其实呢，身体无力啦。要面对这两个体重这么超体重的孩子，要给他们经历二十多年，这是受多少那个力不从心啊的苦啊，还自己呢身体无力，还面对这样的境界，这样的境界呢我是单独一个人爱承担，你想，这就是过去因缘，现在结果，这就是咱即马已经呢了解啦，了解伊现在呢都受菩萨牵引，再也不迷着呢。现在的境界，啊，一不迷着啦，了解啦，经过无偌久，大汉的两百外公斤就已，那往生念头一正，就是会当帮助人，这呢，就是。不迷着伊现境，也那无贵人那个牵引呐，这个囡仔往生的事，好到底是要安怎处理？唔知要安怎去处理啦？啊，就是有了贵人，伊安尼轻易善解啦，都做好事啦，去。关出去，祝福
厉害的人，现在医疗去解剖，了解病理，祝福未来吼。所以，安尼，予未来的人通解这个疾病，会当照顾未来有安尼疾病人。所以讲叫做通达解了无量义，类似安尼啦。咱人类真多，就是过去唔知，未得人事物，何况讲道理呢？咱就是白啦，即马知啦啦，咱就通达解了无量义理。佛法经讲遐尼长去啦，应该呢听。真多人事物呢，咱比过去也未听清楚多了。即马咱那是面对着什么款的环境，咱来想着啦，啊，转是心地，要安怎去转呢？心所足地，要安怎变成妙观察地？安怎样会当进入到这大圆境地去？心亲像一面镜，这就是转识心地。那看到外面的境界一来啦，咱的知识啊，就要甲转过来，成为智慧去了解。就亲像东非呀，的灾难真大，实在是苦啊！过去我都一直感觉非洲真苦，需要帮助，但是因缘无成熟，这回非洲一个气旋顺了。三个国家，咱真想要安怎帮助伊？有了这个因缘，咱入去啦，看啦，咱都会晓来选择倒一个国家因缘较成熟，咱都开始来服用，一定呢，引起了人人的爱心啦。常常讲。无爱心，用这个因缘来无爱心啦，已经有50多个国家，坐少钱无管啦，点点滴滴，愿意呢来为非洲啊出一份点滴的力量，这呢？就是清净意境，无受到杂染啦，的声音啦，无受到的少数人的讲话无啊，无关于啦，总是呢，启发了真侪人的爱心善念，愿意投入，这呢，就是助缘，帮助一个呢。真有意义，那的方向吼，这是转识心地，凡夫叫做知识。那感觉哎呀，苦哉啦，哉啦！不过呢，迄、那个境界吼，伤严重啊啦，咱做不起啦，啊，免啦啦，这就是凡夫的知识啦。啊，咱转知识呢？为智慧，知影讲爱心是人人所有，啊，这是启发爱的因缘，一启发，大家人动起心来，这就是一个有的因缘，这是大因缘呐，所以咱无违背因缘吼，那向
这种的苦难境界，去为因付出、创造福祉，这就是菩萨哈。啊，真正是大家人向善啦，是佛陀所教育的菩萨道啦。咱大家人爱用心啦，哈，以清净意根。投入的有意义的人群中去，正面的文安尼讲，好处上精进，好的代志咱都爱精进啊啦。所以这段文呢，佛陀啦，以客机者来讲话，好处上精进。若善男子善女人，如来灭惑受持是经，若托若相若解说若书写，得千二百亿功德啦。是啊，咱这个道理啦，佛陀灭度了后，依照这个道理呢，咱不断传受持佛陀的教法，那这个道理爱愈传愈普遍，所以咱爱不断读、不断想，安尼呢，咱才会当了解啦。有读、有想、有听，了解啦，爱不断传说，安尼呢？对，这部经啊，会直直传落去，都得千二百亿功德。咱的意经啊，都是拢爱往好的方向，爱把法爱的道理不断传出去，启动人人的爱心，去为苦难人。救拔苦难，这都是咱爱精进啦。所以下面这段文讲，以是清净意根，乃至闻一句一句，通达无量无边次义，皆是义义令演说一句一句之意。一愿、四愿乃至一岁，这文呢，就是安尼讲，以清净意根，咱的意根呢，拢无烦恼啦，完全净化，完全去掉凡夫的知识啦，面向着呢菩萨的智慧。咱的思想观念呐，拢是清净六道行呐，这个清净意境，咱有方向是六道万行，无有呢，迄个杂念的意识吼，所以这都是因为福气了，福田四大。集团心经啊，咱这个辛苦。咱的身躯呐，用凡夫来生活，这个身躯啦，这叫做六团心。父母生活咱的身躯，也都是凡夫的思想，顶他伫咧作业，伫咧起烦恼，迄是凡夫心，凡夫的心。凡夫的心，咱即马要清净的意境，
咱都爱该擦掉了浮尘，浮尘就是风飞沙，咱的心呢真清净，就是外面呐、啊，迄、那个沙尘呐，安尼一层一层，甲咱看唔到。即嘛呢，咱已经了解啦。佛法，咱爱家己用功啦，咱爱甲一层一层的沙尘、烦恼的无明，一层一层安尼甲伊去除，切好清气清气，真呢，安尼就亲像呢，四大六团心，四大地水火风，咱这个身体。也是四大合成啊，咱想烧啊啦，热度发烧啊啦，这就是火大不掉啊，规身躯哪会拢冷冰冰去啊，冷甲硬硬啊，那就是往生啦，就是讲冷热啦，拢是同款。无调和啦，生命活不落去。啊，咱爱会喘气，这就是风大调和。这伫北京迄个时阵也讲过去啊。咱呼吸呢爱顺畅，这爱吸收来是清净的阳，吐出去呢是污浊。一起，那一旦安尼啦，身体都健康啦，这是风大调和。啊，那气喘起来，那就是风大不调啦。还有水大不调，水大不调呢，那就是那大消。未通，所以呢，予咱的这个身体啦，就有开始有病啦，参加血液呢未通，啊就中风啦，等等啦，就是无流动的水分伫咱的体内，这呢也就是。水大不调，伊若无调顺呐，就不调。咱的体内需要，就是需要水的顺调。咱的身躯，有的人一直肥胖起来，真的就是地大不调。啊，有的呢，有一种的病，就是消积，这个。肌肉啦，一直消去啦，这种也是病啦，这叫做地大不调。所以呢，这个身躯啦，在这个浮尘，在凡夫的人间里，就是这种四大不调的肉团心。啊，这个肉团心呢，作善作恶，嘛是伫这个身躯里啦。所以，咱若会当利用这个身躯，该清理和干净，到加上了正道法啦，咱来赶紧学法，了解法道理，行行存在啦。那咱就会当往这条菩萨道路得到清净，这个《圣义经》《圣义经》几公经也讲，就是会当作用一切的动作，拢是往殊胜的道理行动，启动咱的身心行。这就是两种好的因缘集啦。经文讲，
乃至闻一句一句，通达无量无边智义。这经法内底的道理啦，你若通达，哪怕呢是一句一句，亲像《法华经》，咱当行的文啦，安尼规个读落来，可能咱会袂记得起啦。搁有基文来翻好，咱一句一句会当通。启动咱的记忆，哦，了解啦。这段的经文，这句的经文，来加强咱的记忆，了解啦。通达无量无边的义道理，所以佛法呢是真深，深深微妙，即一句。其中啊，既含多种的义理，即一个短句内底呢，有真长、真多的道理啦。所以先解其句啦，就旋转通达，从长行文咱来用心读，伫基文呢，那复记。咱的记忆，咱呢，哎，好好啦，这就是要让咱这法呢，在咱的心灵，唔通忘记，伫只旋转啦，转伫咱的内心意境，就是法轮啦。咱家己通法，咱各个通的法呢，要阁转乎别人，通达无碍啦，即得无量。无边智义吼，那经文内底在讲。解释义意，另演说一句一句，在内底呢，伫当行文啊，咱已经有了解啦。了解了后，不要紧，再过再来，依据上重选几言佛陀呢，在《法华经》里每一段的当行，就是呢。再来一个基文，重选一句一句，阁予咱会当清楚自己解义。咱家己若已经了解了，另为他人演说一句一句，用安尼个短行个文呐、啊、句句，你要用长行个甲伊讲，真长啦。不如呢，选择这个经文、基文内底的一句，就是当行文啊，的一节真大的道理，所以方便咱的记忆，也方便咱说法的处事。这是吼、哦、佛陀教菩萨法啊，特别的《法华经》里呐。当行文了后，再个记文，方便咱呢，会当传法吼。
只以一月、四月乃至一岁，才发达。咱用时间好好来用心、用功来读，不断反反复复读啦。不管你要反复一个月、四个月、一年，咱爱将秒分啦，每一刻、每一时、每一日，乃至一月、一年啦，这一年十二个月间啦，还是呢，无分四季，四季，咱这是春夏秋冬，那伫西印呢，印度啦，它是分作三季吼，五季、日季、寒季，亦唔是四季吼，咱用安尼呢，一年的时间。用三季或者是四季啦，咱的时间用伫安尼认真读诵啦，这自然咱会得到真侪的心得吼。因一句一句字一岁，一真如性，无一法不了，总一切法，咱安尼不断啊，啊读啊想，一也讲，反反复复啦，安尼呢，内底咱哪咧讲诶，哪加强咱诶觉性，即真如性就是觉性。无法不了，咱愈讲会愈增加迄个法啦。所以无不了，咱开始会当讲遮底一句啦，用了解的道理就是安尼甲恁讲。但是呢，搁再继续落去，同款伫即句的内底，也搁有安尼道理的含藏。所以咱较早讲。总一切法，起一切性，经句内底啦，拢是包含一切法。咱会当通起，遮个法会当互咱身体力行。所以呢，佛法啦是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所以做清净之谈。随在咱要安怎讲？法拢是真实，拢是随在咱安怎用啦。起止一季一岁，令破息起起，这毋是干呐？你一个月一年啦，讲会完呢？讲一句话啦，互你讲袂完。哪怕你吼每滴沙啦，要甲伊破开一沙尘啦。一沙一尘，含古今的法，真详细啦。安尼来解分析，道理还是还够有通好分析的。不管呢，你安怎分析啦，内底的道理还够更微细、更微细，好好咱分析吼。所以啊，古今法啦，灵书三千。世界的代志真多，你一粒沙来解解开啦，还阁有通解说三千世界的代志。
演一字义啦，情海灭不穷，尽知此时。其实咱要讲的话呢，真多，敢那一字啦，你都会当互你吼，海来做墨啦，咱呢将海水来做墨来写啦，要写尽了，咱了解一字内底的意思。将安尼文章甲写出来，用海水做墨吼，都写未完呐。各位，这是一项吼，真美妙，真无简单呐。只爱咱精进呐，咱会当做真多代志，咱会当一念心，一念心正，会当为天下人呐做。无量边际的好代志，这是一念，你看未到，但是呢，一念心起，他有法度呢，为天下做未完的代志。甲安尼道理同款呐，请大家人时时用心用在法林法，有讲未完的法啊。有真深的道理，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。